是啊，他应该拿几个？他说二号跟一个冰淇淋。二号是什么？美国什么等级热也行。看起来很好吃的。真的吗？如果他是真的是那个，他说这个很好吃，因为他有那个 choice 跟 prime 嘛， prime 是比较高等的。真的吗？而且又是热眼心。他说这个比较便宜。是吗？对，他说贵的不见得好吃，应该是你刚刚说的一比较贵。这个、是热眼，然后这个是三谷牛小排，一定是这个比较好吃啊。他说热眼心，等现在你帮我拿和牛下来。还有手指牛，再来看一下手指牛，好算算，那是切割的肉，也是你们刚好可以选，好不好？一般人也是选不到啊。你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可以选，是因为十四号不得不见，这是和牛吗？和牛和牛吗？这是沙朗。现在你要前面给我看，前面给我看，哦，看起来不错吃啊。这个应该都一样啊，沙朗。哎，不是哎，梅花猪烧烤片，白肉。哇，中秋节看这一集比较爽。哎，这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完全没有写，这是什么东东？他写九片，九片，就这一块啦，这个啦，和牛。哦。还是他故意不让我们挑和牛？对，应该就是那个比脸大。对，这就是很大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啊，这应该是五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个他叫我们拿二，可是我还没有看到二啊。有啊，就是那一小块啊，超小块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部分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你知道丁骨牛排吗？丁骨牛排是这样子，它一边就是热眼，然后一边就是老饕，这块就是热眼。所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只牛只有一块。真的假的？那其他块都有吗？牛小排就都有啊，牛小排是肋骨旁边的啊，所以它上面都是筋啊。牛小排油脂多，没有很好吃。松露，哎，松露看一下，松露看一下，松露菌菇。嫩煎排哦，它就这样子，感觉很雪啊，还是这是调味酱？盐的啦，这是盐的，应该是腌过的。那你给大家看那冰淇淋，就心痛的感觉，冰淇淋超心痛。哦，有心痛。然后上面没有冰淇淋啊？有啊，在那个八位置挡起来，再挡起来，好聪明哦，心痛的感觉。我们那夹一个冰淇淋，然后说干，好想骂脏话。对，一手可以掌握。他不会杀了我们这样子，不会，不会了。哎，他说给我们的冰淇淋挑一个，哪个冰淇淋？你吃了？我吃哦，还有个百香果，然后一个不知道巧克力，上次拿的巧克力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人吃那个巧克力，你不要拿巧克力。这看起来像是鱼肉，青鱼啊，那个日式蒲烧鲷鱼排。哦，不然他是去哪里找了这么多零零扣扣？没有，那是他们就是科科马的。招牌科科嘛都有这个冰箱，然后这个椅子，但是都不一定都是简先生的呢。哦，说起来耶， yeah, 很开心。他说这个好吃，然后我们就回家煮料理，然后中秋节就烤这一块，然后看台主到底有没有良心。就是从上面表，我只会拿一跟二，你只会拿一跟二。如果我可以选的话，可是和牛我们吃还好哎。没有，我是用价值取胜。没有，因为他说贵的不见得好吃。因为那个比脸大这种东西真的是不优，你去外面买，他网络上那种厚切的千万不要买，你会后悔。哇，他好敢讲哦，你在我们频道好敢讲。没有，我有买过啊，厚切的东西都不 OK， 越大块越不 OK。那我们回家，回家煮煮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带爸。嗨，我是海带爸。来吃吧，他是我妹。这是从夹娃娃机夹出来的百香果口味，百香果口味很难吃。你看里面居然有个地图的形状，台湾的形状。那在干嘛？把它先吃第一口，说感觉，说口感。想象中的。真的假的？换海苔，哇，海苔，哇，好大一口哦。来，你会换海口？你为什么要滴在手上？讲啊，吃的怎么样？口感怎么样？赞，超赞。直接讲超赞。来 ，baby 换你。换老板。换老板，等一下你先坐着。好吃。来。甜菜，我不要啦，我不要吃了，你们吃就好了。要不要吃个一口？一口，好啦好啦，很像冰沙，蛮浓郁的吼。我们终于要来开箱这块肉到底好不好吃，看看好不好吃。来，剪刀嘞，剪刀走啦。真的，真的这个。他说他都要马赛克哎，我就眼睛马赛克，眼珠马赛克。看看这块肉好不好吃喽。我那个是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不好意思，这个是可以用烤的吗？我不知道哎，这个肉有分不能烤吗？没有，都直接烤的，万物皆可以烤。
凤物皆可烤，中间有点是要烤它。盐巴是牛肉最好的伙伴。等一下烤完之后，你们要试吃口感。少一点吗？你可以缩小腹吗？两个同时动。那个老板拿奖拿过啊。两件他说他上次去开庭啊，然后走着走着，然后那个纽扣在那蹦，然后弹得很远。以后车站要放两件以上的衬衫。哎，本来有放，但是因为那天是给客户带过去。我们这块肉是从夹娃娃机夹出来的。我们先来个原味好了，先不要撒任何东西。不然我想吃那个茭白笋，哎，我女儿都不吃哎，那我等下晚上不会饿吗？不要理他，我们是军事化教育，放任式教育好不好？哎，那边虾子，虾子。可是那个这个才是主角，他说这一块算好吃，但是我们对夹娃娃这东西非常质疑。我们就从这里开始，看他发生了什么变化，会不会就这样录了十分钟呢 ？Hello， 你熟了吗？哎，要翻面了吗？焦掉了。哎，我觉得可以放在那个锡箔纸上面，那就是变得不见得是直接烤了哈。你觉得放在锡箔纸上面 OK 吗？我觉得不行哦。因为烤肉它烤出来是肉香，大家烤肉看它碳香。怎样才算好？哪一个？牛排吗？对啊。你要看你要怎么走啊？这个差不多啊，这时候介于有专业的是。有，我刚刚有等一下。我很屌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来来，送去剪一剪，送去剪一剪，然后大家这个试试看口感，交给下一位，我们来去剪一剪，来。来，甜菜先吃一口，会很烫，你要哪一块自己挑，帮我挑一块随便，那就这块啊，好不好？啊。口感怎么样？还不错吃的，你试试看，很有咬劲哦，还不错吃，有咬劲，嗯，很嫩。真的是有咬劲，不错了。还真的不错吃，我们太小看这块肉。因为它有咬劲，不要剪太大，都不好咬。怕这些老人家。这算几分熟啊？大概可能快七分了。七分了，好，我要再吃一块，然后你给大家试试看。来来来，吃一口看看，看看这小碗。我会吃哪一块？你随便讲。你感觉嘞？嗯，刚刚好。可以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，也没有吃牛。其实算还不错吃，是真不错吃哎，你们就把它吃一吃啊。它是海苔。哦，优秀，优秀。我是海苔，海苔可以。你刚看妈妈怎么样？老板比赞。我看这一块好不好？好吃吗？很帅耶，这还好帅啊！这是什么？这边有手套，对，有手套。没关系啊。哇，这张打很薄哎。哦，哇，蓝色包包。所以那边有一个汤，所以要这样搬过来，前后搬嘛。我不知道哎。我也不知道。听说它好像就是不用甩，哇，它要出嘞！真的要出吗？真的要出了，要出货不是吗？对啊，出了啊，老公，不要再演了，你偶像剧了。哎，没有哎，要出货啦，对。出货啦！哎，差一点。出货了。来呀来呀来呀！哦，有有有，勾住了勾住了！哎，这是什么技巧？能讲一下吗？机器的技巧吧。走，进回去。不要跑。这个球球给你，你的球球还给你。哎，我录到了，冬雨。哎，它结束了。把鲨鱼给我交出来，然后换换鲨鱼。哇！哇！
出来就出来看大鲨鱼，哇！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